老爷，您找我？我问你啊，昨天王秉忠除了给你一份口供，还说什么了？没有了。那不应该啊。他给的这份口供是没用的。没用？不能吧？就他那手段，能审不出东西来？ 不是说他审不出东西来，而是说他审出来的东西没有用。这上面怎么说？自己看。拿着看呢。老爷。怎么了？让你看呢，拿着。你背个手干什么？ 拿着呀！老爷，您不能拿呀！这信上有毒啊，老爷！不是，你手怎么了？我手上刚擦了药。老爷，你快把信放下！你这信上真有毒！老爷，来，啊，过来。老爷，您不能啊！我哪儿做错了？你跟我说，我改。你不能闭嘴。 我拆了，拆了。老爷，奴才哪儿做的不好？您跟奴才说，奴才改。可我要是死了，谁伺候您呢？小点声，何福。大人，喝茶。 大人是说，朱润并未招供啊？也不是没招，但招的都是拨天乏力、鸡毛蒜皮的小事。这个朱润难道是不知道实情？啊，对不起，大人，小的意思是……你这个毛病什么时候能改改啊？是，小的是错了。 不过他毕竟是局中之人，还是留他不得呀。小的这就安排人过去，斩草除根。哎，着什么急呀？何大人留着他还有用吗？老爷，这朱任。 怎么处置？记住，在这个院子里，我要提这个名字。哦。看昨天刘墉那个胸有成竹的样子，十有八九已经掌握了关键的证据了。哼，他能有什么证据呀？听说前些日子，他从那个赌场里面带走了好些个账本，证据。 可能就在账本里。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儿。那老爷，刘墉如果真的掌握了证据，咱们还要跟傅国泰联盟吗？这刘墉要是回京见到圣上、参上一本，
这傅国泰可就算完了。傅国泰这个人深不可测，想让他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现在关键的是我不知道刘墉他到底掌握了什么，所以我便不好安排我下一步具体该做些什么。快着快着快着，哎，手底下都紧着点。哎，那玩意儿金贵，慢着点。哦，刘大人，刘大人，钦差大人，怎么麻烦您来了？这是，这不是知道今日啊，御史大人要启程返京了，我跟傅大人过来看看，给您送个行。哎呦，真是给您添麻烦了。哪里哪里，那就误了请吧。啊，时辰都不早了，怎么还没办完呢？要不要我派几个人？啊，不用了不用了，来来来，屋里请，屋里请。得嘞。啊，哎。本上，看他们干嘛？来来来，何大人请。刘大人请。哎呀，夫人，奴才和珅参见婉儿哥哥，哥哥吉祥。奴才傅国泰，给哥哥请安。傅大人，请起。这是谁呀？奴才和珅。哦，是钦差大人。奴才不敢。啊，对了，昨天说什么来着？昨儿说的是见钦差大人就如见皇上亲临。那是不是我也得给你跪下了？哎呦，哥哥，您就饶了奴才吧。奴才在您面前那就是个奴才，哪有钦差一说呀？那就跪着吧。哎哎哎，别，何大人请起，请起，请起，请起。哎，不是，您这，谢谢刘大人啊。啊，哎，那啊，明白，明白，明白。不明白，不明白，啊，那何大人，那就屋里坐啊，屋里坐，好，好，傅大人一起吧，啊，二位大人先请。哎，傅大人，这都到院里了，就没外人，就一块儿吧。是是是是，讲你讲你讲，那咱走咱走咱走。哎呀，你看，哎，这拾掇东西啊，乱乱乱乱！来来来，是自己人，不在乎这个。随便坐，随便坐。来，二位，请请请，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刘大人，您是主，我们是客，您上座。嗨，你看这，这，你先生，有这个必要吗？这个，哎，行吧，行吧，行行吧，来来，坐坐坐坐坐。何大人。傅大人请。来，坐坐坐。哎哎哎哎，嗯，怎么了老爷？你搬哪儿去啊？你给搬走了何大人坐什么呀？拿过来拿过来。这椅子是租来的，人家着急要呢。哎，给我回来，我管不了你，你给我拿回来。哎，刘大人息怒。这欺负了座，回来。刘大人，您呢，要是还有什么正事没办完，您先去办，我们在这儿等着。不用，有的是人忙，您甭管。哎，我说，何大人，这样，让何大人坐在我这儿，卑职站着就行。那你这，坐吧，都有了，坐吧。
王大人，王大人在家吗？进来吧。王大人，我家老爷让我前来领人。这六个捕快啊，个个是一顶一的高手。傅大人，请。有劳傅大人，请。哎呀，哎，挺好。刘大人，您看您啊，往那桌子上面一坐，高高在上的样子啊，不知道的还以为您要升堂审犯人呢。嘿，何大人，您瞧您这怎么说？哎，何大人，听您这话这意思。您是有什么怕被审呢？是怎么的？刘大人这个话说的，我怕什么呀？再说，就算是审我，也轮不着您审。还是的呀，那横捧头乱，你们俩坐着，我一人站着，对不对呀？刘大人所言极是。对呀。什么就所言极是啊？他这就是何大人，别矫情了，再矫情把你那把椅子也给你搬走。这椅子搬走了，我还不坐了。哎，我说，嘿，我看看，刘墉，我看看这椅子到底是不是拎来的。何大人，您消消气儿，客随主便。这椅子还真是拎来的。何大人，傅大人还在这儿呢，难不成您要反悔是怎么着？不反悔，刘大人，不反悔。哎，得嘞，不反悔就好。哎，咱们说说啊。哎呀，这个，哎，你别说，他这么着一坐，哎，看着二位，我这还真有点要审案子那劲头。说起案子呀，二位，我这儿有个故事想给你们讲讲，想听吗？卑职洗耳恭听。得嘞，这个老话说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案子呢，发生在我们家一亲戚身上。哎，这个人唯利是图，阴险狡诈，而且足智多谋。王公公，请吧。说一会儿要是打起来，咱帮谁呀？谁都不帮，抢朱任要紧。哎，青木头，你说这些都是什么人呢？赐天王侯震、鲛人李徐，还有暗日如来游广僧。哎呦，行啊，你都知道。这些啊，都是朝廷通缉的要犯。哎，干什么呢？哎，干什么呢？有没有点规矩啊？哎呦！哎
听不懂。嗯，分头行动，你去救朱瑞，我去找王公公。好。哎，秦大人，自己人哈，扯淡！自己人没这么办事的，我就这么跟他说的。傅大人，您猜结果怎么？卑职想，刘大人必会大义灭亲，将那个亲戚给严办了。严办，咔嚓！我一刀把他脑袋给剁下来了。行了行了，刘大人，行了啊！您这个故事啊，是逢人就说，见人就讲，我这个耳朵都听得起茧子了。嘿，何大人，您这么讲就不对了。我既然逢人就讲，见人就说，那见了二位，我说说怎么了？我哎呀，这说这些没有用。怎么会没有用呢？就我这故事，您知救多少人的命吗？远了不说，朝堂之上，咱们的同僚十几个官员听了我这故事，改过自新。您知为什么？他这个故事啊，他不光是警示别人，对自个儿也有用。您就说我吧，我每次想到这故事，我都有一份我新的心得。您知我明白什么呀？就咱们官场之上，谁的屁火他要自个儿不干净，没人帮你擦，他就没有自个儿人。两位，我这心得行吗？刘大人的心得真是让卑职受益匪浅啊！卑职日后必会严于自律，洁身自好。嗯，不过卑职也有一个小故事，想和刘大人分享一下。哟，我还就爱听故事，您给说说。老话也说过，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卑职府内曾有一个下人，为人耿直，暴打不平。这么说何大人也料到此事了？那当然了，我家老爷那脑袋不是一般脑袋，只不过……只不过什么呀？只不过我家老爷料到了开头，他没料到结局啊。什么意思？本来我家老爷的计划是这样的，王大人把富国泰的人给打走，给您空出时间来带人。哼，何大人还真是好算计啊。哎，秦大人，怎么了？这刘大人就光让您来带人，就没给你点儿其他的东西啊？什么东西？证据啊。什么证据？嘿，两位大人不都说好了吗？得用富国泰的违法物证来换出任这个人证啊。是吗？我怎么不知道啊？你没看我家老爷那张字条？什么字条？那你不能把人带走了，我家老爷说了，看不见东西不放人。那我要是强抢呢？哟呵，我还有王大人呢。王大人被他跑了哈。
我家大人也说了，你家老爷会再错一回。嗯，哎，秦大人，嘿，这一个个的，怎么都不讲信用啊？哎，看来我家老爷这回又错了。人呐，不怕犯错，就怕他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那就没人帮得了你。所以我将那个犯错的丫鬟从府中赶了出去，而那个告状的耿直下也被我一刀砍。哦，您知道是为什么？很简单，他的耿直让我府内所有下人皆是人人自危，惶惶不安。如此不明大局之人，就算对我再忠心耿耿，哎，我也是留他不得呀。傅大人，高见，刘某佩服。但是你是你，我是我，想法不同，做法就不同，结果也肯定不一样。行了，两位大人啊，我这儿有一个和气生财的故事。我行，两位大人不想听，不讲也罢。刘大人所言极是啊，人各有志，不能强求。强扭的瓜不甜嘛。老爷，老爷，出事了！怎么了？哎呀，您赶紧出去看看吧。刘大人，哟，这不是大内侍卫总管王公公吗？哟，可不是嘛，还真是王公公。谁呀？谁下手这么重啊？子枫，你带来的？啊，是，我带回来的。我出去还东西，恰巧半路碰到了。哟，那你这次怎么成这样了？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好被别人追杀，所以我就出手了。哎呦我的妈呀，何大人，傅大人，能把王公公跟子枫打成这样，必不是一般的高手啊。刘大人说不是一般人，那就肯定不是一般人。咱们山东地面上有这种人吗？没有，反正我没听说过济南府有这样的高手，那应该就是路过的吧。不过请钦差大人和御史大人放心，卑职一定会全力侦破此案。对对对，必须彻查，必须彻查。何大人，毕竟王公公可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啊。这个傅大人，此事非同小可，一旦传进了京城，传到了圣上他老人家的耳朵里，必定会龙颜大怒，到那个时候怕谁也兜不住啊。钦差大人的意思是国泰又摊上事儿了？没事儿，傅大人，我给您支个招。您不是说这是过路高手干的吗？明白了，说明这位高手啊，一定是从王公公出了京就一直跟着他。您只需彻查王公公出京到这儿他的目的是什么，就能查出这人。我这法子你看行吗？多谢御史大人点拨。哎，客气客气客气。孟楠啊，伤势如何呀？回大人，
这王公公。大人。大人。怎么回事儿啊大人。回大人小的接到线报说济南府大牢博天房一案的在逃嫌犯朱任藏在某处民宅。遂带人前往抓捕。正好碰上此人前往杀人灭口小的就。住口。你这么说不是栽赃御史大人吗小的不敢。那还不赶紧滚出去。是。等会儿。你刚才说的朱任人呢回大人。死了。知道了，去吧。是，走走走。哎，御史大人，你说说，整个山东境内都这么乱，国太真是有负圣恩啊。咱们已经到了禹城的地界了啊是啊那就到禹城再打尖休息啊大人我怎么了秦捕头哦我猜你离开东昌府一个来月了想家了是不是啊不是卑职是想啊我这个是想我大姐了吧你放心等咱们到了京城啊安顿好了我就派人把他接过来到时候我给你们俩撮合撮合不用不用夫人的美意秦朗心领了只不过宾满楼啊确实是放不下大嫂过来也不方便已经到了禹城了后面的路有子枫陪着大家我也放心卑职真的告辞了哦什么意思啊这要走吗夫人是这样啊这也情有可原你想啊秦捕头啊他跟向月荣刚把这事儿说开了是吧这俩人连一句热乎话都没说呢就跟着咱们出来了这可以理解可以理解是吧啊好秦捕头那就不挽留了啊多谢你一路之上鼎力协助啊多谢多谢哎那个喜儿啊老爷啊来过来过来过来把包袱拿过来好嘞别嫌少大人我有来拿着拿着拿着别嫌少别嫌少谢谢告辞各位好一路顺风告辞老爷这夫人还有机会见面什么你说刘墉他真的回京城了嗯何大人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刘墉不回京城您想让他去哪儿啊我当然是想让他回京城了只是德才啊时候不早了我去歇着吧德才正好送何大人回去歇息不忙不忙我不累我想再坐会儿
关键是王秉忠还在刘墉的手里，王秉忠可是知道我们计划的人。我们什么计划呀？傅大人如果是这样，那就没意思了。那何大人，你觉得什么才是有意思的呢？明明已经说好了，你我结为同盟。同盟？何为同盟啊？是相互猜疑，彼此拆台，还是暗中使绊啊？傅大人，我知道，我知道啊，我知道您一定是因为朱任的事儿，对和珅心里还有怨言，对吧？我再跟您解释一次，我是为了把他保护起来，防止刘墉捷足先登，抓到了他，拿到您什么把柄。我有不对，我不应该不提前通知您，我保证这种事情以后不会再犯，好不好？怎么保证啊？对天发誓。对天发誓，对地发誓也没有用啊，否则要大清律例干什么呀？好，那傅大人说当如何保证啊？很简单，哦，对了，何大人先过目一下。傅大人，为什么不能写呢？这个我签不了。何大人，您想想啊，刘墉费尽千辛万苦来搜集我贪赃枉法的证据，结果却是两手空空，铩羽而归。您觉得他能甘心吗？傅大人，您技高一筹，刘墉他不甘心又能怎么样？可老话说得好啊，贼不走空，他不甘心，他得想办法让自己甘心。你是说他会把王秉忠的事告诉皇上？这不正是何大人所担心的吗？不行不行，那也签不了。何大人，我劝您还是签了吧。这条船上不光有您，我也在呀，所以您怕什么？慢点，你们先上去。好，我去那边。慢着点啊。老爷，老爷，我这过来过去都五趟，您这魂不守舍的怎么了？不行，我得去找傅国泰。你找他干什么？大半夜的。我找他拿回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别，老爷，您跟我说什么东西，我现在过去拿去。何福，我问你啊，哎，你说在当今圣上的心里是我和珅加国丈再加上国舅重要呢，还是他刘墉重要？老爷，咱们这边三个人抵不过刘墉他一个人，别说两个了，就老爷您一个得顶十个刘墉，我觉得肯定是您重要啊。狗奴才啊，今天这个马屁拍得我很舒服啊。哎，对了，老爷，
你要拿什么？我现在过去给您拿。不拿了，咱不拿了。没事，不知道，进来就这样了。什么情况？王公公呢？我进屋之后，我把王公公捆上放那儿了，突然进来几个黑衣人，把我捆上，把王公公劫走了。坏了，没想到来这么快。盒子封上当了，快下来用。想把我引开啊，就你们这点小伎俩早被刘大人识破了。找了这么半天，找什么呀？找到了没有啊？我帮你们找找吧。找死。是我，我帮你踢了，谢谢，还给你。给我留一个。听见了吗？去。让你去你就去，是不是男人啊？我看看是谁想行刺老爷。谁让你来行刺的？还看我？看看了吗？还看我？再看一个，再看，还看！别打了，别打了！走。肯定挺疼的。嗯，我不看，我不看，我不看。刘大人，那几个刺客已经被我摆平了。大人，
您怎么知道有人要行刺您啊？嗨，他们本来想害的就是我，他们劫什么王公公啊？王公公安全着呢。安全吗？大人，秦捕头，人我给你带回来了。秦捕头，您怎么来了？我把人带回来啊。不是，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是大人让我跟过来的。老爷，这两张银票啊，大人早就交给我了，而上面这两个字是大人离开济南之前就已经写好了的。夫人，起来了。你看到老爷了吗？没有啊。哥哥，刘雪也不见了，就留下一封信。带上王公公，一路注意安全，登州会合。走了。